耳聋基因筛查未通过一定会是耳聋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：耳聋基因筛查未通过不一定会是耳聋，但可以高度预警。在正常人群中，携带至少一种耳聋基因突变的几率为6%左右。遗传性耳聋的孩子，父母双方都可能听力正常，但却携带耳聋基因。这就是为什么90%的聋人的父母都是听力正常人的原因。遗传性耳聋，它这个遗传方式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、常染色体隐性遗传、X 连锁遗传，这个线粒体遗传等。而遗传性耳聋呢，可以是单基因突变引起，也可以是多基因突变共同促成，且每一个致聋基因遗传方式不统一，且听力下降还与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，包括病毒、感染、生产损伤、药物使用不当、免疫性疾病、生理性退化等。而且耳聋基因筛查未通过，不一定会耳聋，但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在外界刺激下致聋，因而需要高度预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携带耳聋基因并不代表会耳聋，因此夫妇听力正常也可能会生下聋儿，有聋儿病史的夫妇也可能生下听力正常的孩子。耳聋基因筛查有一些好处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第一个，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弥补常规听力检测的缺陷，早期发现聋病易感基因携带者及迟发性听力损失率高于二。第二个，可以指导抗生素的应用，避免药物性耳聋的产生。第三个，若父母双方均带有相同的突变耳聋基因，可以对其生育进行全程的指导和干预，避免先天性遗传性耳聋孩子的出生。